球是一个世界性的运动，在世界上这么多的球会当中，只有四队收到邀请去踢这个比赛。你是不是想知道怎样才会收到邀请呢？很简单的，成为自己那个州的冠军就可以了。讲就容易了，不过要实际上达到这个目标就一点都不简单了。这项赛事除了一个顶级的足球对决之外，亦都是一个文化的汇聚。这个球场的气氛令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。场球开始了，这一下争少少就有球入了。我觉得本身红龙门你有没有入啊？入球了，入了啊。这个球你说一个打一个真的没什么人赢到他的，在这里也不是外。来到龙门口这些埋门就应该是这样的了，最重要冷静跟着就搞定。在这么重要的比赛，第一个入球也都特别重要的。走井身形占优，守门员大脚斩出去，到底哪个会拿到这个球呢？这脚直线一下汤穿了谢拉特，这个直线漂亮啊，起跳了，比就比得不错的了，不过就没有结果啊。哇，禁区里面这么多自己友，比哪个射得啦。咦，防线有个漏洞喎，守门员大脚斩出去，回传返俾龙门啦。巴里斯可以解围啊，好嘢喎，一失咗即刻攞得返喎。准决赛踢完半场啦，两队只係相差一球啫，其实领先嘅都未算稳阵啦，落后嘅都唔係冇得追㗎。看完头四十分钟，你觉得两边踢成点呢？这队打反击战术做得挺好，看来下半场应该都会继续这样做。哇，上半场踢到这样真的讲都没人信，相当期待下半场。下半场已经开始了，这个情况之下应该要踢得大胆一点。一个长传啊，上前抢，俾啲压力佢，睇下攞唔攞到个波先，试下呃埋去啦。非常时候梗系有非常手段啦。而家都冇得担心咁多噶啦，一定要揾方法去突破噶啦。一定系要咁攻噶啦，直接长传。话个波唔离脚嘅，直接抽射。今次呢个机会就把握唔到。呢个波进攻都系几美妙啊，防守啲球员都挂住睇啊，失波咪算你好彩咯。嗱喺呢个时候咧，压多啲人上去咧都啱嘅，因为尝试咧想追平啊嘛，后卫都要冒险啦。射佢啦！领先两球都几难被人追到了。反击就应该这样，越简单越好，斩下压搞定。已经梅开二度了，当然想入多几球添啦。是时候要换下人的了。要赞他是意志力应该挺好的，不过呢有心无力，教练换他下来也对的了。他们攻入今场比赛的第二球，波甩了出来，波传向左翼，有机会啊，完全阻不到他们啊，做出拇指戏法啊。值得欣賞咧，就係佢哋唔單止係搶個波咁簡單，仲要係攞到個波之後點做嗰下好嘢。第三粒啦，佢今日嘅表現一流啊！
咁後防見到佢都驚，成場波都俾佢壓住嚟踢嘅，完全冇得唞啊！時間到咯，球即滅頂，準決賽又贏到開行，睇下決賽嗰陣時信心會更加夠啊！喂 ，Keyman， 你對今日場波有乜睇法？今日呢隊波能夠入到決賽咧，我諗都係實至名歸㗎啦，大家都睇到啦嚇。